小鲜肉侯明昊啊，这个帅气先生，你看这个粉丝们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，这是北京机场，大批的迷妹啊，你看这些女粉丝们啊，侯明昊之前跟我们节目哈、啊、有过互动，对吧？上我们的节目，然后在健身房里教大家一起健身哈、啊，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年龄段哈、啊。虽然不是增肌的最好时期啊，不是长肉的时候啊，还年轻，但是现在他的肌肉构成啊还可以。哎呀，这个君姐啊，看到长得帅的就哇哇哇好萌哦，认识啊，你就喜欢长得帅的，所以你总来看我的节目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这些迷妹们啊，哎呀，哎，大家仔细看啊，有一个老爷们，有一位中年男子啊，也是举着手机在拍，我好想采访他一下啊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啊，他有什么作品？嗯，啊，果然我们6855说不认识啊，不认识也很正常，因为现在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，媒体非常发达嘛，就怎么说，你突然出现个明星哈、啊，你不认识也很正常啊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星探哈、啊、真的是慧眼追星。不管在哪儿都看见明星啊，有时候发回来信号我都不认识谁是谁，但是侯明昊我是认识的啊，因为跟我们上过我们的节目啊。现在小鲜肉当下，对，现在都是这个小鲜肉的当下了，包括我在内。不能换个词儿吗？你说什么词儿啊？小鲜肉这个词儿换一下，叫什么呢？来，大家一起想一个啊，为大家想一个小弟弟。你在追剧呢是不是？前面，你最近在追什么剧？啊，《回春的诱惑》。来控制一下。哎，我怎么听到有人爆粗口了呢？是谁？这个电梯啊，这个电梯现在已经被挤。哎呦，我是听到了啊。这个女生怎么这么暴躁呢？是不是最近生理期啊？淡定啊，要淡定，追星要淡定。这么多人呢啊，大夏天哈、啊，本来阳光啊，阳光就比较充足，天也比较热啊，人就比较容易暴躁。再加上聚集在人这么多的一个地方，是不是、啊、一定要冷静啊？以后有可能啊，看我们的节目哈、啊，有可能啊，这粉丝打架的画面你都能看到。哎呀，这些女孩啊，哎呀。我的天哪，这是堵的连路都没法走。这女的霸气是不是啊？金色的童年，欢迎金色的童年啊。